成日都話咧拍片咧收音好緊要嘅，咁咧而家喺馬路旁邊咧，如果你冇一個無線麥咧，收音真係咧好麻煩。咁咧而家咧好興奮啦，可以話俾大家聽咧，我哋咧有自家品牌嘅無線麥，咁咧仲有一個好嘅價錢咧，可以咧再做到個好嘅質量。咁我哋今日做個測試嘅，咁咧我哋嘅官方嘅指引咧，呢個無線麥咧可以接收到咧100米嘅距離。咁咧而家我同呢個鏡頭嘅距離咧就大約有3米左右啦。咁咧我哋咧就而家一路向後褪，睇下咧究竟你收得好唔好咁樣樣。咁我哋即係大約從我嘅腳步去測試嘅啫。咁啊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咁每行10步咧，大約就係呢一個3米度啦。咁而家咧應該係去到一個10米嘅距離嘅。咁啊，10米嘅距離咧都係睇下接收得好唔好啦，清唔清楚啦咁樣。咁我一路行咧都會有一路講嘢，等大家可以睇下接收得好唔好嘅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其實咧，一般咧，我哋平時用嘅無線麥，無論係 Sennheiser 或者 Sony 咧，即係起碼都講緊係4、5千或者以上嘅價錢。咁啊，一啲叫做用到嘅無線麥咧，都係起碼要過千嘅。咁咧，呢一款無線麥咧，一個非常非常低嘅價錢咧，可以做到一個唔錯嘅質量。咁無論係用單反啦，或者係手機咧，都可以咧，好容易就用得到噶啦咁樣。咁而家咧，距離嘅距離應該差唔多有20米噶啦咁樣。咁我哋繼續往後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因為咧喺警局門口咧保障我嘅人身安全，我都係俾多幾步大家咁樣樣。咁而家應該大約都30米嘅距離到啦。咁啊，30米其實咧目測都好遠。咁基本上正常嘅拍攝咧都未必會有咁遠嘅距離咧做一個收音嘅。咁但係只不過我哋測試埋佢嘅功能，可唔可以做到30米外嘅接收咁樣樣。咁我哋再遠少少啦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計埋個斜度啦，唔同嘅嘢咧，我諗呢度差唔多都有40、50米嘅距離。咁啊，正常嘅拍攝咧就絕對夠用啦，距離。咁啊，希望呢個測試咧俾大家見到呢個產品嘅清晰度啦、音質啦，同埋佢嘅傳輸距離啦咁樣。咁我哋好希望出嘅產品咧係一個合理嘅價錢同埋有好嘅質量。咁啊希望咧呢個產品咧會帶嚟一啲驚喜俾大家。咁啊已經接受咗預訂啦。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嘅咧，請喺下低嘅連結裏面咧去撳呢一個嘅 pre-order。咁我哋咧就會喺1個月裏面咧去進行呢一個嘅發貨咁樣。咁啊多謝支持，希望好快咧見到呢個產品咧喺唔同地方出現。Thank you.